贝斯的拆卸步骤，第一步把琴放平，第二步把琴弦松一下，第三步每一根弦慢慢把它拿下来，琴桥就可以拆掉了，然后把尾柱拔掉，把拉板和琴弦组起来，第三步拿下来，把机构打开，快捷方便。安装步骤，琴弦对好，一捋顺，马桥对准两孔。可以拿下来调音了。所有机构都是隐藏式。